改了一个 IP 地址才上去的，我是死活连不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死活上不去了。都可以啊，好勾。尼拉，我不喜欢打尼拉，我觉得尼拉不好打，尼拉有点像塞米拉。括号小尼拉 A 他一下，哎尼拉 A 一下，尼拉我操坏了。来了你了，死定了！啊西吧，他妈升二级了！哦，他怎么升二级了？挂关一下，隐藏一下再挂。每天不吃饭省量，看我能亲一下吗？么么哒，么么哒。别跟暂时啊，先看完这场啊，暂时可还行。看完这场啊，别整暂时啊。我操，锤我呀你！哇，你咖喱人不要了，你锤我，你不锤锤石的吗？哦，他不怕我队友的吗？主播今天很帅，我每天不都一样？你可能昨儿没看见我，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。你可能昨天没看见我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至于盟友，你懂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风之天，外表变了，不变的是目标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呦我操，怎么回事啊，你在干什么呀阿峰，能不能补，不能补别补了，留给你奶奶去补吧。今天哪位嘉宾今天帮关姐上个大师吧，关姐掉下来了，帮关姐整个大师一会儿。谢谢 Lonely SS 的九个半卡，哦谢谢老板的九个半卡，谢谢老板爱你哟秋咪，谢谢老板的九个半卡，祝老板发财发财发大财，白天顺利，晚上硬硬棒棒的。平时不装也不知道点，哎呀，这种单排的东西没办法，习惯就好。单排不就是这样？如果你想找专业辅助，你就双排。咱们 AEC 单排就是练心，没什么办法。单排就是这样。先生真是我的好兄弟啊，我真的是向你致敬啊 ，salute 啊！哇，起飞了！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，可以这把起飞了是吧？起飞了！没有不回家出装备，我想兵线推进再回家出装备，正好回家是875加1300，我都算好血量。13875等于2200多块钱。尼拉经验就是高。
哎，行，打个治疗。这波我新换的鼠标有点滑，第一时间没点到他。他有个那个 W 技能，能挡我的普攻。我操！我操！阿卡琳娜怎么了？怎么的？往下路，高了，别留着。打团应该不难打，打团太难不开，我能打的。刚才我想一v二的，剑圣还挺贪啊，剑圣，可以早点招了，反正都是我的。还行，也没多少钱、啊，这波塔加塔皮钱也就700多块钱，没多少钱、啊。跑不了，还行。这波克的，我先打波，为什么一套技能就死了？11级，一套我就死了。我今天新换的鼠标这儿稍微有点滑，都找找手感。昨天发生什么了？昨儿我那个 OBS 死活连不上去了，后来我联系了斗鱼的，然后给我改了一个 IP 地址才上去的。我死活连不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死活上不去了。然后正好我利用昨天这个一晚上，我把网啊都调好了，就是你们看看还会有卡顿啊掉帧那种情况。我昨天利用一晚上把网也给调好，然后我的 OBS 也解决了。就你们看一下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卡顿，还是说的，反正现在是没有。把我的网跟我的游戏流畅度都调了一下，然后这边都修好了。看着不舒服的，就不适合直播了，是吧？你可以觉得我水平不行，哎呦，对木，因为我这是新电脑的，观众说让我换回原先的电脑，其实我是不太愿意的，因为我这新电脑，如果让我换成原先的话，那我电脑不是白买了？观众说要30块钱收我电脑，我说30块钱我10000多买的，30块钱卖给你，我觉得也不太好，我觉得最少得加点。俄罗伊没用，俄罗伊还没贴纸烦呢，随便打俄罗伊。我真的感觉我可以淘宝开店帮人修了，我都现在门清，我操，我真这么感觉的。我真的感觉可以淘宝开个店了，我现在挺牛逼的，自己能秀了，网络呀 OBS 直播全都会。10000多有没有4080？一个408010000多的好吗？一个4080就10000多呢，哪有钱买4080啊，大哥？4080不10000多？有点显卡，4080多少钱？你们有知道吗？便宜我就买了。多少钱？我把这3080卖了，换成4080，要加多少钱？我忘了，我不知道。今天这么早，昨儿不迟到了吗 ？A 一下，我 A 一下就行，给我助攻就行，我人头不要了，打一不给我。4090一步到位，不是，咱就说啊，咱不是换不起啊，如果我努努力对吧，使劲咬个牙咱也换4090了，但是咱就说咱打个英雄联盟用个4090，这合适吗？
合不太合适吧？你要吗？借给我啊！你用4060，你借给我，你借给我，我还得还你吗？别借我了，我操！到时候用习惯了还得还给你，我操！别借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用4090打英雄联盟，跟我用这个打英雄联盟没什么区别啊，有什么区别 ？FPS 顶了1000，我用4090打英雄联盟 ，FPS 能不能给我上1000？谢谢鱼哥的飞机啊，感谢鱼哥。哥以前老佛爷都赏我，确实。没有任何区别。有用吗？能上王者。你要把4090的钱卖了，找代练给你上，能上好几十个了。现在上王者都是他妈白菜价。代练都白菜价。哎呦。俄罗伊没用，俄罗伊补刀其实躲190刀，一秒一刀，俄罗伊补刀一直保持在一秒一刀的节奏里。他转回来我就 eat 他，只要他转不出来，大招被打断就行。俄罗伊打其他人可能还能 C， 打威音他是 C 不了，威音是他亲爹。威是所有上单近战亲爹，除了刀妹以外，都不难打。打断一下，推一下，隐身一下，拉一段距离，哎，先胜了，先胜开大了，哎，呦，你没看没有，我能解决对面，但是哎。他们就解决不了剑圣，知道吗？剑圣也是 AC 亲爹，你好多近战起来都是 AC 亲爹，但是有的英雄不一样，对吧？我能解决对面人，俄罗伊再肥200刀，对吧？我能解决他，剑圣稍微肥起来一点点，对面拿他没办法，这就是区别。周日给大家加个班吧，昨天不是没休息吗？周日加个班吧，好吧，周日咱们再播一天，明天就是明天，咱们晚上再加一天。昨天不是没播吗？虽然昨天我也没怎么休息，说句实话。